凤老爷，不好意思，我来迟了，搞出这种事情来太丢人了。这种小事情吧，让小人立刻去给您打发了。臭小子，你居然敢在南京城内掳人勒索，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哼，这个凤少爷为了霸占他们的田产，还故意陷害他们全家，他老婆急疯了，儿子死了，你身为他们的父母官，居然狼狈为奸。论王法，如果要斩，先斩你。你何必意气用事，为这些低三下四的人强出头呢？15年前的年三十晚上，我跟平叔来到这里，几乎饿死，他病了。钟四叔可怜我们，收留了我们一个晚上，还把他家里仅有的一块年糕给我们吃。大丈夫受人点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方大爷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好，恩怨分明，是一个英雄好汉。虎豹子，哎呦，你认不认输？快点跪在我的面前，磕十个响头。平叔，磕头，磕头。去你的！
天王门人全都死光，现在天气很不稳定，可能会刮风沙。好，等风沙过后，我们再追杀他们父子俩。冯子胥，我是朝廷的安提督，你不能够这样子对我。你看见你的臭光头，我今天赌钱非输不可。哎呀，你咬我，找死啊！
我是你的亲哥哥，你快劝劝胡大侠呀！我现在过去，马上严刑逼供，让他找出把金钥匙藏在哪儿了啊！哎呦，儿子，我一直这么疼你，你为什么要出卖我？为什么老是在背后咒骂我？为什么要谋我的宝刀和怕我的马子？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